洞庭南来相处圣地，日新月异的湖南正吸引一批又一批港澳台同胞投资兴业、创新创业、生活置业。他们是跟随父辈跨越海峡来到湖南寻梦圆梦，最终扎根湖南的创二代。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选择湖南，我们用30年给出的答案。父亲的愿望是将张家界推向世界。现在我们把生产的总部搬到了南山。现在湖南已经是我们的中心，这边工厂也在不断的扩建当中。他们是足迹遍布三湘四水，被湖南释放的活力与魅力深深吸引，抢抓机遇的开拓者。湖南省和益阳市两级促进乡村振兴等系列产业扶持政策让我很心动。在长沙开 Live House 是为了更快地接触到这座年轻态的城市。我们还尝试做了一些香港两地的饮食文化结合的产品，它会支持你很多的创意，然后它也有地方让你去施展。他们是在这里相遇美好，拥抱幸福，开启未来的新湖南人。台湾永远是我望不到的故乡，湖南则是我充满着希望的未来。未来我将不断的创新，让黄石寨成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。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湖南优质农产品进入港澳市场。我希望能在长沙开一家摄影工作室。我希望能成为一名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外科医生。他们不约而同北上，登上湖南这片发展大舞台，朝气蓬勃，意气风发，用青春的热情和智慧为湖湘大地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他们架起桥梁，共同谱写香港澳台交流新篇章。我在湖南几好，我在湖南蛮好的。我在湖南蛮好的，我在湖南非常好。我在